你诬告朝廷大臣，罪无可恕，故就罚你闭门思过一百日。啊，没事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这深更半夜的，你在韩姑娘屋里干什么？韩姑娘只是寄居在你侯府，你切不可对她有什么非分之想。难道王兄也喜欢上了云珠？我继续留下来，只会连累侯爷，给你带来烦恼和灾祸。我可不怕灾祸，只求你别走。 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白河台湾电影文化城美人关再中视。